原来你是花的家己，真情予你偏偏去。原来你是空嘴无舌，打着无定做。欢迎收看《台湾望春风》啊、哦！这条歌实在做了袂歹哈，这是刚才余龙华的作品，对哇、啊？哎，啊，不过这条歌够经典的是那个陈小云的唱的时候，那个表情啊，跟那个样子哦，我感觉嘛，大家印象会就深的。卡真正巧安尼啦，对哇、啊？那你做秀的时候，大概这是一个政治标记。啊，但这个歌唱还有三两，我都安尼唱恶心呗。没没，都安好呢。都安好呢。我今日讲我假可爱。没没没。哦，今日要请这两位啊，你是男性的，查甫的。因哦，除了家己的歌唱了真好之外呢，嘛经常模仿很多歌星的这个演出。哦，他已经模仿到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了。怎么会这样子哦？对呀、啊，会不会他本来就不知道他自己是谁？其实太多样化，你讲优点嘛是缺点吼，都家己的特色招一堆，我要揣无。嗯，啊，所以嘛是真吃烂的吼。希望咱伊会当看到因揣阮家己的一面，安尼好吧？等你来个客哈。我们一起来邀请这位杨哲、林俊吉。